不好意思，当我没说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我今天笑太多，笑了之后有点累了，唱的真好听，欢迎小流水。谢夸奖，我是三国杀，我是三维杀，欢迎萌萌哒，来欢迎所有的宝宝，看我老久了，你是不是想说看我直播长大的？我来陪我啊，我今天不上班是吗？欢迎风华正茂无赖啦，欢迎所有的宝宝，喜欢我的宝宝点关注啊，这首歌叫做半首歌，然后点了关注的宝宝想听什么都可以在公屏上告诉我。欢迎爆炸，我嗓子真的很不舒服，欢迎喵喵用户，欢迎梦幻的天空，欢迎未来是你，长跑守护子琪。今天我才知道这首歌是对唱的，然后第一次知道我胸很大。你的意思是说以前我都总觉得我胸很小是吗？大傻瓜，我刚刚又卡了是吗？哎呀，网络也不好，嗓子也不好，眼睛不好，怎么办？是我卡吗？是我卡？是我我的直播生涯怎么这么苦逼？我人也不好，房间号什么鬼？房间号？我前年看你都是侧面，我说了，我以前觉得自己是一个侧颜杀，然后我就照镜子久了之后，我发现自己是一个正颜杀，对，就正颜比侧颜更有杀伤力，什么都不，我什么都不好，怎么办呗？怎么办？我不好又不是你不好，你干着急啥呀？然后直播久了自恋了。不是自恋，是就本身就有这个资本，能不吹牛逼吗？不，我是背影杀，你才是背影杀呢，因为全村都是背影杀，你才背影杀呢，感谢我八哥。欢迎星梦巴特，强的不服就服我，你以前叫啥呀？我是你永远得不到的爸爸。你以前叫啥呀？你以前不叫这个名字，我想不起别人是谁，我就说你以前不叫这个名字。小黑粉哦，小黑粉，我是你的女神，我是你女神吗？苹果，你搞清楚了，你女神不是那种吗？像我们这种禁欲系的这个主播，我是你永远都得不到的爸爸。你女神是那种，也是我八哥，大家可以点点雪茄啊，雪茄真的会出，会俺是农民。不，我是闷骚型，欢迎冷冷。谁说我闷骚了？哎呦，这个热狗太黑了，不要杀这个热狗了。那个你说清楚，谁知道你刷谁去啊？我从来不关注别的主播。欢迎啪一下。哎，我刚刚想说什么来着？啊，我不是闷骚型的，我有什么都是明着来，我不喜欢暗着来，闷骚啊什么的，什么笑里藏刀啊，这个暗里捅一刀我都不喜欢，真的。感谢我长跑，感谢我八哥，直接就是我有啥话我就当着你们的面说，我太伤你的心，是你伤我的心，苹果啊。对，欢迎肉包子，我也从来不关注其他主播啊，你就要么就直接上是吧？我喜欢背后来一刀，你记不懂我说的话吗？
是我从来不在别人，就是别人背后说别人的坏话，我就是当都是当面说。10:30，听不懂，听不懂，不听不听，王八念经。你什么时候伤我的心？你还要再说一次吗？我就关注一个主播，肯定不是我啊，肯定不是我，你都没点我关注是吧？感谢长跑，大家可以单点一下雪茄猪啊，对，然后棒棒糖，对对对，棒棒糖有可能出的，感谢我长跑。你就不关注我的，然后每一次想看我直播了，完了在那搜索那子期。欢迎导。在我的怀里，在你的眼里，那里春风沉醉，那里绿草如茵，月光把爱恋洒满了。欢迎陈浩南。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，多少年以后，如云白游走，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，这一生一世有多少子琪念经，你当我是王八呢？感谢我长跑，么么哒！中奖中奖中奖，中个大的，然后可以包养我。一会儿12点榜就榜就更新了，一会儿你们一定要守到12点，然后给我占个榜。多少年以后。